小心啊，小心脚下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这里有线，你别碰啊！走，往这边走，绕过去，绕过去。啊，我看到了，那有一条线，看到了吗？对对对，那有一条线。我们是应该往那走了吧？对对对，往那个土坎那走，靠近土坎就可以了。靠近土坎，靠近土坎，是那儿吗？对对对，去墙。那你别走那个路，我们走草好吗？我们走草吧，我觉得也是。我们别走路上了。静波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就这个土坎，然后你上去到土坎，探出个头侦查一下，看到台宝没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再往上走，能不能看到？能看到，能看到头了是吧？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他们现在换岗，不能过。现在不能过。现在这边有两个人，不能过。这两个人是侦察兵吗？对。这两个人是侦察兵，是是是，走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可以行动，可以行动。不要分散注意力，注意雷啊，注意炸点，注意炸点，江金波，不要忘了。前方土坎一线，你情况注意观察。哎，哎，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摄影师啊，又摄影师吗？走走走。你们注意一点，你们注意一点。蒋劲夫，从这边上去就有弹坑了，知道吧？这个草比较高，然后走的时候你观察，然后就有个雷点，继续前进，从那时上去就可以了。目前这个区域被发现，被发现了。是被发现了吧？我中弹了没？没有。等一下，他们有人在那瞄着呢，他躲在那堡垒那个地方。是我吗？谁？我吗？快下，快下，快下！红色，那个红色左边还有一个，红色左边还有一个，跑了，往左边跑了，往东边跑了。都怪我。张良旭，谁呀、啊？哇塞，谁被打了？蒋劲夫被打了。啊？完了，谁被打了？两个人，走走走，让张良旭别动，张良旭别动，我走了。拿到食物就可以填饱肚子，拿不到食物，照样还是饿肚子。当我靠近干粮放的地方的时候，教官他的观察方向变了以后，我想都不再想，直接一个箭步冲了上去。我当时冲起来以后，突然看到就是脚底下有一个雷场，没有犹豫，直接采取一个前滚进的方式躲过了那个雷场，直接靠近了坦克。张兰心，就差一步，差一步，对，我就差一步，你就差一步，前面都是弹坑，弹坑。对，我当时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很近了，大家都很近了。太牛了你，来快抱一下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太牛了。我们晚上有的吃了啊！你怎么？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大家好，在猎人集训队期间，我担任二组组长。今天我看到我们组，加上我四个人。都站在了
优秀猎人的这个位置上，我感到很荣幸。首先，感谢我们的刘教官对我们这么狠，因为在训练中对我们狠了，在战场上我们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。所以说，我会一直感激刘教官，还有对我下面的三个组员，我对你们非常肯定，你们是最优秀的。哎，你最后再回答那个问题啊！我们四个谁是你喜欢的类型啊？啊，好吧，我回答你，好吧。其实你们都喜欢，知道吧？记住，一定要记住，做自己，知道吧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班长永远顶你，知道没有？不要哭了，看班长什么时候哭过。我会很想你，我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忘，真的。